佛怎么想，我们怎么想；佛怎么说，我们怎么说。学佛嘛，学佛可不可以有个性啊？没有。啊，希望各位慢慢练习啊。所以天天拜佛，天天看佛，啊，就是要学佛的一切一切，从外而内，由内而心里面，啊，甚至呢，完全可为一体。我们可以，众生也可以，所以永不舍弃众生的，去接触众生。那为了要让众生也成佛，你要表现出你的佛性，佛的身口意，啊，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这个身体是个非常庄严的法器，眼神、走路、讲话，你要像模特一样，好不好啊？因为我经常在机场看那些空服员，我练习老半天，他走路这么好看。拉个皮包也好看，因为人家有训练嘛。这个修行呢，这个威仪要训练，对不对？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而变成内心发菩提心。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学佛的一切啊，各位一定要串习，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啊。这个世间没有一下什么都会了，跟成佛一样。但是如果你自己懒惰，那就没办法。所以这个什么东西都要熟练，不要懒惰啊，要花心花力。要成佛真的是太伟大，太困难。所以这样的来赞叹佛，全心全意的要来学佛啊。学佛就是要真心的。佛所讲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最殊胜的啊，不能有分别了，因为佛实在太圆满了。发愿，这也是菩萨道的基本，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佛，所以四弘誓愿才是我们的戒啊，以佛的愿做我们的戒律去实践。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无上心发心的戒律。我们这一次特别印了毗尼律要，就是说洗个手啊、穿衣服啊，都是想到众生啊，这样来守护你的菩提心。所以大家对三宝前，各位诸佛菩萨有没有来啊？所以不能骗哦，那要真的啊，令佛欢喜，就是要发心呢，发菩提心，愿成佛。所以要做佛的儿子，做佛的心灵的儿子啊，来承担佛陀的工作，普度众生啊，如来家业。那你要真发心，那发了心以后要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拿个水都想到众生都有水喝，对不对？替众生供佛，一切这个修行佛法就是要消除自我。简单的说，消除自私，不要每天问的都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贪心，有些人连问问题都很贪心啊，贪啊，贪的都是自己的家里的事情，很少去问别人，关心别人。这种贪婪的心去问问题，对你也没帮助啊！所以各位要想的，我什么都是想到众生。那你想到众生，你自己小小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不然每天都问个人的小小问题。这个四弘誓愿，各位要最好你要发愿念十万遍啊，不是嘴巴念，而是十万遍的发愿啊，就像各位在忏悔一样。你要念十万遍嗡班扎萨多吽，不是说我念几遍了，而是有十万遍的为所有众生乃至了解众生造的业来替他们忏悔承受啊！你要这样来警惕自己忏悔才有用，而不是说一个数字。就像念阿弥陀佛念十万遍，我是真心的、真心真意的求愿往生净土，也愿所有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要这样不断不断不断把
自己的念头都朝向一种无我利他的念头，不能有私心啊，要这样不断不断的练习，就像各位常念心经一样，既然已经发菩提心，为众生受无戒，应当知道戒的功德无法衡量啊，供一朵花功德就算不完了，何况持戒，你在这个世间布施百千万亿美金，所有寺庙都盖成黄金了，供养了百年百劫，这么大的布施功德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啊，何况是受五戒，更何况是用无上心来受戒，因为戒是一切善法的基本，所以我们叫愿修一切善，基本上就应该愿断一切恶，不要有伤害众生的心态。所以各位这一点要记住，别人怎么伤害你，永远不报复，好不好啊？别人怎么骂你，永远不顶嘴，你连家里人都渡不来，渡谁呢？这个你要自己发愿，你不发愿，这个没办法，因为我看有些佛教徒一凶起来，天哪！啊，一开车的时候像在飙车啊啊！因为那个时候自己一些坏的本性都跑出来，是吧？那学佛是要从日常生活自然像个佛教徒啊，所以我想各位这几天我们应该每天选一个模范生，大家学习学习啊，大家往好处学，叫让自己改变。那你这五六天学完了，回到你的家里，回到你的单位，哎呀，他们会，你去哪里镀金回来啊？啊，花了多少钱去美容回来啊？怎么那么美哦？啊，那自然美，由心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一个修行人要如此，就像你看我们出家人要穿得很端庄，走路你看连走路都有功夫了，啊，要练习多久啊？走台步一样啊。所以讲话、威仪、眼神、穿衣服，这些都在做给别人看。所以我们要训练一个法师多困难啊！啊，因为法师是给世界、给众生、给诸佛看的，比模特还模特了啊！所以比领导还0000，领导是一时的，这个菩萨是永远的，是吧？那些祖师大德已经往生了，看那个相片，我们就顶礼了。威仪多好，眼神多好，文字多好，他的心呢，就是佛的心，对吧？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愿力，我为众生啊，所以讲话要从今天开始讲话要稍微修饰一下，好不好啊？有些佛教徒平常好好的，看到师父讲话如小鸟依人。反过去骂人如乌鸦，啊，拿鸡毛当令箭，啊，一点都不像佛教徒，所以我也是看了摇头又无奈，啊，自己做好吧。所以有时候我就问他，我都没这样骂你，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妈？啊，信徒都是我的妈妈，不然他来干嘛？所以各位你要勉强自己嘛，这修行。这样子你才会知道什么叫业障消除啊，身心清净。所以这个修行要从日常生活看得出来啊，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所以要这样去持戒，因由戒而得定。如果你戒持得好，那戒持得好必须要有忏悔业障，你业障忏悔，知见正确，福报够。持戒会让你有福报，那你自然就会得禅定。说禅定不是静静的不起心动念，是万事万物你都做得很好，清清楚楚啊。我们叫对内的禅定，还有一种叫念下来办事禅修，事情办得圆圆满满啊。但办得圆圆满满也不见得说是圆，是真的修行，那个只是一个定而已，内外对内跟对外的事情啊。所以那些会计小姐账都不会写错，这个叫定，对吧？一下给你多一个零，像我以前做生意多一个零，你看我多高兴啊！100万变赚1000万，回去跟我说多一个零，打你一下。
多一零少一个零，这玩笑开大了啊！所以，因为他没有戒就没有定，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一定要要求由定而会。这个会又分着个人的解脱会，还有利益众生的菩萨的智慧。所以，个人除了平静无贪嗔，是如何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度？要发广大心啊！但是你没有持戒做基础，那就没有办法得这种定。但是你的动机很重要，大乘的戒定才有大乘的智慧啊。那由慧而得解脱啊，让自己让众生都可以解脱。所以各位，你要修行啊，修行真的像个男人，真像男人，拿个枪上战场被打死都甘愿，了解吗？你要活太久没用，反正活得有意义才有用。要从大处看，不要扭扭捏捏啊！那有些人虽然出家了，不出家还没事，出家还伤害佛教，对不对？因为很多观念不符合慈悲啊，连世间的道德都不符合的话，所以这个人依教奉行，各位要经常跪在佛前，佛啊，我做错了，你就好好惩罚我。很少被佛惩罚的，都是被冤亲债主找麻烦了，这哪有才修行啊？所以真正是佛在打醒你，那才叫最大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很喜欢老和尚拿戒尺啪打下去啊，打到你心里面去，破除内心的执着骄傲。因为我们老和尚说不打不成器，对不对？光讲有用吗？所以打还不见得有用啊，有些人又不怕打啊。但是最主要是让你的心态，所以我老实说，我是被打出来的，对我有一点帮助，有一点点帮助啊，至少不会爱面子啊。所以反而要经常的检讨自己，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苦，要苦念啊。希望大家学本师释迦牟尼佛成佛，好不好？永不退转，依教奉行，然后呢这样念佛啊，来功德一回向，往生的超度，现世的消灾，世界就改变。希望加州不要再有地震，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各位来受戒啊！希望欧洲的天气赶快转凉，好不好啊？因为各位来受戒啊！所以啊，希望各种的对立赶快都过去。如果大家发大心吧，以大家的发大心，再加上佛的力量啊，对众生、对世界的关怀的法力，那每天都怎么样的精进。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月18号星期六，念地藏菩萨、独舍那佛、持斋除罪1000劫，下午1点，印尼巴淡岛护生。1月19号星期日，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习与恶行成10万倍。上午9点，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1月20号星期一，上午10点，印尼巴淡岛校园生命教育。下午2点，新加坡关怀特殊教育院。1月21号星期二，下午3点至6点半，新加坡关怀活动。